鸡巴怎么走那边？ 卡牌哪去了呀？卡牌不会，我操！他不会在我也去吧？我操！ 哎呦，老子吐了呀！哎，他妈的，抓不到。 哎，我他妈亏麻了，我操！别往那边去，别往那边去，他怎么还没遇到啊，我靠！ 发现我，他妈鸡巴稳！ 哎，我日你妈批了！妈，这有眼呀！我操！傻逼了！今天他妈不会被螳螂给克制了吧？
四级螳螂凭什么抓人？ 他中单，哎呦，操！我不会打不过吧？我肯定是来不及去的。这死逼中单不去，我操！他去了的话，都那个啥了，都死了。他给个狙击迫击炮就行了，让他迫击炮都没给。 差1.6，稳住了，伙计！你他妈跑鸡毛呀跑！ 狮子哥哥可没想放过你，我要拔掉你的翅膀，撕掉你的脑袋。Oh shit， 这就是螳螂吗？ 有戏，非常的美味。
好揍。 我们这波直接开大去螳螂野区就行了，这就是主播的意思，兄弟们。螳螂出来肯定会来蓝这里的，他来蓝这里我们就把他宰了，开大。他不可能说在上面。 哎哎哎哎哎！你个老六，我操！我操，老六，有老六！你个老六，个老六玩意儿！这么鸡巴肉的卡牌！ 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猫猫猫猫猫，在你面前画个圈，证明我是大傻本儿。再开幽梦跑路，阿郎应该在上了。 又抓他，螳螂是跟他杠上了呀！看来，螳螂他俩是杠上了呀！你杠上，我也杠上。 精准无误的抓到他！妈的，老子野人就是这样用的，无视你的筒子炸。
我操！他长阵肉，他妈护甲鞋！你怎么突然这么肉了？ 妈都好肉啊！我操！哎，不对不对，我他妈在作死！我操！ 好嘞，鸡巴鞋！啊，鸡巴！好鸡巴！操！ 网易他妈，我都不知道网易这是啥分段，我操！你说他宗师大师吧又不像，宗师大师不是这水平的。 妈，被大龙了呀！大龙了呀！哎呦，我操！这没抢到，他妈的！ 我被谁给控了一下？我操，好像。他不敢飞呀，老神儿。啊，你还真敢飞！啊，西巴，瘦巴巴的老爷们儿，我要打这条龙，为什么还没打这条龙？我操！ 你记了垃圾吧，倒！妈打的小龙，我要去发育了，没发育了。有中单吧，也好像没中单。
好乱啊，玩的。 指望你发育一样，卡凡会飞我的，螳螂都杀人跟我一样多了，这波没必要再吃了，但不吃那是我。 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能打过？他俩感觉势均力敌，但是又感觉卡牌作用比这个还要大一点。 我没感觉我们家中单有多大作用，AD 吧更不用说了，他妈零作用。把你控到了，你都不吃它，不拿尿吃它。螳螂进化的 R， 小心它偷人。 投了1500，他进化大，我们只要在1.7秒之内把它秒掉就行了。 他隐身能隐身2秒的，一段大，这么多的血。 螳螂没闪了，闪给你吓出来！哎呀，真是他妈一群猪逼！我操，我只能给他们命名为猪逼，我不知道再叫他们什么了。 跳过去，再往这边来一下。我的他妈的真像是他妈一个80岁老头在面对他妈的20岁新娘那种无力感，你们知道吧，兄弟们？新婚之间那种无力感，你的鸡巴都摸不到，我操，有心无力，好痛苦。 只能看着我的美娇娘，哎，啥也干不了。下面应该有人了，打！
他妈三，不是，哎呀，传奶油闪，我去你妈了个逼去吧！我操，一桶都给我干没了，还好龙拿到了，大哥你勉强就是个人呀。 我日呀！我真是他妈的无力呀！我操！妈的，队友他妈像个人，我直接吃。我印象中的卡牌就是废物。 他们打不动的，打不掉这个，打不掉的，打很慢，很伤的。哎，我操！哎，我真的妈，那是真是猪鼻呀、啊！我操！狩猎了，狩猎了，宝贝儿，螳螂打宝贝儿，我爱你 ，I love you， 就像老鼠爱大米。 螳螂打宝贝儿，别传了，老婶儿，你别传了，咱俩换成 PK 一下。来来，我都没技能了 ，PK 一下打宝贝儿，我操！哎呦，我他妈 Q 了一下，我 Q 了一下蓝 buff， 我操，不然螳螂死了。 哎呦我操！螳螂打宝贝儿，我错了，我他妈的 A 错了，我操 ！Q 了一下蓝 buff， 太激动了，我日！哎，我的螳螂打宝贝儿，我的老宝贝儿，老 baby， 你不能杀了我，让我杀了你，谢谢你，我操！ 螳螂，打劲儿呀！螳螂，1v1真男人 solo 大战呀！我谁也不杀了，妈，这盘游戏可以输，螳螂必须死，我不能他妈成为世界的耻辱！哎哎哎哎哎哎，球球！ 球球球球，肥菜呀！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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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，他妈的螳螂赢了，我操，我输了，我战败了。哎呦，我操！我不是有夜刃吗？卡牌怎么能看到我呀？哎，世界耻辱！ 大鹏展翅，这螳螂直接点了，没后期了，后期很垃圾的我们家。卡，哎呦，我操，记了呀，兄弟们，记了，我记了，我败了，我操，老子败了，让螳螂他妈试试进化了，这还赢锤锤呀？ 倒霉的一天，好不容易触发一次那个彩蛋了，他妈的还输了，我靠！被人嘲讽了，我操！ 啊！又开大，但不是飞我，带线吧。哎 ，nice！ 我这盘如果进化成功，我就赢了。
我卡着娘拖着呀！为什么不拖着卡牌呀？我时间够的，能走下来的。 我够持久的，烤肉啊！我操，都。 一波了呀！一波了呀！一波了！这他妈的守不住的呀！滚！滚！滚！的暗淡滚蛋队友，蠢逼！猪队友，我操！